日本松江市一间动物园让园区饲养的企鹅穿上工作人员亲手缝制的万圣节服饰，在园区里头集体散步，可爱模样逗趣游客。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看更多的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李奕璇，祝您顺心，晚安，我们再会。